2022年，今天我们现在在4S区，在2020年就项目，进行为孵化器项目。后续的话，一会儿我们可以详细展开来看一下，我看到相关的一些特性，我们可以稍微等一下。可以了，对吧？但是这个从可以开一下那个刚才没开。 再讲，再讲，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哎，不好意思啊，首先是其实现在是一个数据爆炸的一个时代，然后也是随着我们这种技术的蓬勃发展，就对于大数据还有人工智能等，其实在我们各行各业也有深入的应用，特别是对于金融场景，我们对于这种大数据啊、人工智能应用的更为广泛和深入。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对于我们传统的大数据平台，也是在随着语言生的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其实也是慢慢的在做语言生化的一种改造。那在这种传统大数据平台进行语言生化改造的过程中呢，其实对于我们常用的这种大数据和 AI 等批量计算的一些场景，其实还是面临着一些挑战。主要就是，主要是以下这4点。首先，第一个，作业管理方面。 其实我们原生更多的是基于 POD 的一个调度和管理。那么对于我们大数据相关的这种作业的，就是生命周期的一个管理和任务依赖这方面，其实是不够完善的。然后第二点就是调度策略，调度策略的话，大数据常用的，比如说 GANs 概率，还有 FairShare 等相关的一些高级调度策略，包括Resource Version 这种 Backfill， 还有 CPU Top 等这些都是我们大数据常用的一些调度功能。 那这些调度策略呢，其实本身我们直接迁移到原生，也是有一定的局限和缺失。第三点就是对于领域框架的一个支持能力。我们现在其实在一个大数据平台用的集成框架其实比较丰富的，包括 Spark、Flink， 还有 BigData、OpenNPI 等相关的各种框架。但这些框架呢，其实在原生里面是通过 Operator 的方式去部署和维护。那么每种都引入的话，可能对于我们运维人员的要求就会相对来说很高。 然后，并且呢，不同的其实框架对作业管理的平行计算要求其实也是不同的。第四点，对于我们资源的规划，其实在不管是队列管理还是集群的动态规划、资源复用方面，其实对于大数据平台还是对这些要求还是比较高的。也是基于这几点挑战，就是后面的话，就是创立了 Volcano 这么一个项目，就是单元项目。我们刚刚有介绍了 Volcano 的一个项目概况。 我们可以看一下当前Volcano这个架构图。其实从左边那个架构图，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标红的就是，首先是 job flow， 这个是 Volcano 提供了一个统一的作业管理的一个抽象，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计算框架 PyTorch、 MPI 和 TensorFlow 这种计算框架都可以通过这个一个 job 的方式去管理，那么用户就不用通过多个 operator 的方式去逐个运维或者是部署这种方式。 第二个的话就是 job flow， 这个也是社区目前在孵化的一个子项目，就是基于我看到的一个工作轻量化的工作流变换引擎，这个应该会在今年上半年发布这个功能，然后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关注一下。关于队列这个 Q 这一块，这一块其实是做犀利度的一个资源管理和划分，包括提供的资源预留，然后容量管理，还有就是多租户之间的一个动态资源共享能力。 然后再往上的话，是 controller， 这个是管理我们定义资源的一个状态。还有就是后面的话就是 scheduler，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调度算法的一个实现的一个组件，包括我们提到的就是公平调度、任务拓扑，还有就是抢占、回填、混布等都在 scheduler 这个组件里面去实现。那么其实随着需求的不断变化，还有就用户的，我们逐渐发现，其实用户也是对于我们这种 多集群的管理诉求越来越高，那么Volcano的话也是逐渐由单集群的，就是内部的一个批量调度能力，逐渐往多集群去演进。演进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上面，就是通过孵化一个 Volcano global 的一个子项目。那么用户他其实用户的使用习惯跟现在是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也是跟使用单集群是一个道理。那么通过 Volcano global 呢，我们会对用户的一个作业请求做到一个分发，分发到不同的子集群。 那么子集群的，再由子集群的，我看到去做详细的调度。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可能更详细一点。
就包括这块的话，关于多集群其实发展已经很久了。那么我看到 Global 重点关注的是 Battery 业务的调度，对于多集群管理方面，我看到 Global 也是借用社区的既有的多集群多云管理能力去实现这种多云管理。那么在此基础之上呢，去重点发展调度相关的一些特有能力。关键是我看到 Global 的一个关键特性呢，其实刚刚有提到一个分级调度，这块也是能保证我们的调度性能。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 Global 这块提供一个多租户公平调度，那么用户也是相当于对于多个用户提交并行提交作业，那么可以达到用户之间的一个公平。第三点呢，会增加一个成本感知能力，因为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去用公有云，那么我们在业务场景中其实用到的不只是一家公云，有可能是多个公云集群。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成本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么怎么在同样的业务资源请求的情况下，将我的这个资源调度到一个低成本的集群里面来，其实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个的话，这个特性是目前在原型的验证中，也是今年上半年预计会发布一个 Alpha 版本。如果对这块感兴趣的小伙伴们，也可以持续关注看到社区的一个进展和动态。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使用方法，可以简单看一下。我看到的话，其实主要是部署在 K8s 集群部署之后呢，首先左边有配置文件。配置文件这块是一个，就是包括两部分，一个是 Action， 一个是 Plugin。我看到是支持 Action Plugin 去动态插拔的。Action 这里面主要几个含义呢，就首先是第一个就是入队列，就是我这个任务是否调对列。后面的话就是 Reclaim Parameter， 就是抢占相关的能力。后面就是分配和回填。那么这个的话，默认是没有 Reclaim Parameter， 然后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业务需要去定制添加。下面是对于这种 plugin， 其实每个 plugin 都会实现一种调度策略的能力，那么也是基于这些所有的 plugin 最终做的一个打分，来选择我们调度哪节点是最优选择。这个是一个配置文件。另外的话，之后右面这个就是我看到做过的一个事例。这里面呢需要就是重点，就是我们要创建一个我看到做过的一个任务，就是大概这么一个形式。重点关注几个点，首先第一个就是没有 available。这个就是定义的一个我们一个作业最小的副本数，也是我们用的比较常见的。第二个的话就是调度器的名字 schedule name Volcano。其实除了这两点，其他的跟我们平常的用法其实没有特别大的区别。那么基于刚刚我们的那个介绍的一个使用方法，我们可以看一下 Volcano 内部的一个实现机制。其实通过刚刚的配置文件，我们就能发现呢，就是最左边在 Volcano 在 API Server 里面的一个定义，就有一个 job。然后它会包含一个 pod group， 就一组 pod， 然后下面就是各个 pod 的一个情况。那么往右的话，通过在真正的调度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job 在 open session 的时候，就我们在调度轮询周期，在一个 open session 的过程中呢，会将我们在刚刚配置文件所配置的 plugin 注册到我们这个 open session 里面来。每个 plugin 其实我们有抽象通用的这些回调函数。就是每个 plugin 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逻辑去实现这个回调函数里边的功能和能力，那么只需要返回给我一个结果就好了。在 open session 之后， open session 把所有 plugin 注册进来之后，下面会通过我们配置的 action 去逐步执行我们的调度逻辑和流程，包括我们看到的入队列、分配、抢占、回收、资源回收还有回填等。这样一轮调度周期完成之后，就能够对我们的 pod 找到适合它的一个落的节点。下面的话，我们可以通过两个用户的一个应用场景去展开看一下我看到的一些特性，在这里面的一些使用方法的应用。首先这个是荷兰 ING 银行他们大数据平台云原生化改造的一个案例。ING 银行呢，其实是全球排名前列的一个资产管理公司，服务的话遍及40多个国家。它的主要业务就是银行、保险、资产管理等相关的一些业务方向。左边这块上面呢是他们大数据的上面这块是一个大数据的一个架构的一个概况，然后下面的话其实这块是它的一个迁移过程。首先他们在2018年、2019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有在考虑做云原生化的一个底座的话，但是最初的时候只能去迁移的一些通用服务，也就是我们左下也看到了，就通过 K8s 集群来管理我们常规的通用的服务，
通过哈登普继续管理大数据业务。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将整个集群的资源做一个静态的划分，静态划分之后他们其实是互相隔离的，是不能互相通用或共享这种资源能力的。这是一个，就是集群资源利用率其实没有办法得到很大的一个提升。第二点的话，就是在这种两个系统的一个调度情况下，其实他们要在上层业务封装一个整体的一个抽象的调度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现引入了很多管理和运营方面的一个复杂度。也是基于这些原因呢，其实想做到就是通过统一的平台来做这种常规服务、大数据业务，还有就是交互服务等相关的这些统一的一个调度管理。一个是减少运维的复杂度，另外一点呢，就是对于整个集群统一资源值之后，对我们整个集群的一种资源利用率的提升也是有很大帮助的。比如说我们右下角看到这个图，从哈登普一直迁到整个迁移到 K8s 加云原生存储这个方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对于这种批量计算所遇到一些挑战，其实也是在他们迁移过程中也都足够都遇到了。那么最终解决的时候，其实通过 K8s 加 Volcano 可以调度整个所有的工作负载，然后对于这种 Q 的动态资源共享还有预先级抢占 DRF 能够满足用户在大数据业务放在云原生平台下的一个调度能力。我们可以展开看一下，就是 Q 这个还有这个动态资源共享这块的一个具体的一个能力，稍后我们可以展开看一下。对，这儿就是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它的一个K8s 下降，就是我们左下角这种静态资源划分池的一个调度现状，还有就是右面的话就是 K8s 加 Volcano 统一资源池的一个调度现状。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块前两条，其实是对于银行业务的话，其实它存在一定的业务的潮汐性。就比如说我们在工作时间，其实常规服务还有交互式服务是比较频繁的。那么在于非工作时间，比如夜晚或者周末的时间，那这个时候是没有交互式服务的，更多的是我们这种离线分析的业务。那么在前两条，也就是集群整个低负载的场景下，其实左边 K8s 加压 K8s 的资源池是非常空闲的，但这个时候大数据业务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借用或者说去运行这种大数据业务的。右边的话，统一资源池之后 K8s 加我看到其实在通用服务资源使用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下，其实可以动态把这部分资源借用给大数据业务，来提升我们整体的集群资源利用率。下面这两条呢，其实在集群高负载的场景下，其实高负载的场景下，不管是对于通用服务还是对于大数据业务，其实大家的资源都非常紧张。那这个时候就需要考虑我们这个怎么保证我们既有划定的这个资源能得到保证。比如说我既有划分给通用服务的资源是50%，对吧？那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在集群资源紧张的情况，我要保证我能拿到50%才可以。那么左边的话 K8s 加压，其实这个是静态划分嘛，所以说原本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右边的动态划分这块解决一种方式呢，其实也可以，我看到通过队列的这种方式来保证我各类资源的一个资源配额。所以说在经过综合这方面的一个评比和能力之后，其实也是能够达到既兼容原有这种资源配额划分的能力，又能提高我们整体集群的资源利用率。我们可以看一下刚刚提到的这个资源共享 Q 的一个定义。其实 Q 的话，它是集群级别的一个资源对象，与用户啊 namespace 是结合的。当然 Q 也是在我们传统大数据平台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概念。那么我看到的话，也是将这个概念就迁移到我们引用到我们云原生这个平台上面来。然后用户在提交这个作业的时候，可以归属于一个指定的一个队列。那么这个队列呢，可以是映射一个用户，也可以映射一个用户组。那么也就相当于我们对应的多租户，其实可以对应到不同的队列。那么不同的队列之间是可以做到这种任务的一个公平调度，大概是这个过程。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对于队列的一个动态资源共享的一个逻辑和能力。队列的话呢，刚刚有提到，就是它可以通过 weight 值来划分。我们刚刚提到就可以做不同队列之间的一个资源配额的划分。那么它的划分呢，其实通过 weight 值来进行调整。比如说我们当前这个业务集群有6核的一个资源，假如说有6核资源，有2个队列，第一个队列，第二个队列，那么它的 weight 值分别是2:1。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队列一所应得的资源应该是3:2，也就是4核 CPU 资源。那队列二所得的应得的资源就是2核 CPU 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我们队列二没有业务去提交和运行的情况下，我队列一申请了6核 CPU， 那这个时候队列一是可以把整个集群资源全部占用的。
然后当我队列二有了一个作业提交，需要用到我原本应得的量和 CPU 资源的情况下，那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看到就会通过我们刚刚注册的 reclaim 那个插件 reclaim 那个 action， 它会将队列二应得的资源做一个回收。如果这个资源在被队列一使用的过程中，那么它会做一个抢占，抢占之后，这样能保证我在当前队列有作业提交的时候，我能拿到我应得的资源。如果我当前队列没有作业运行的话，那我这个资源可以贡献出来，然后让整个集群去共享。这个的话就是我看到，其实在 ID 银行迁移的时候，他们更多的业务是上层业务就运营 Spark。那么在 Spark 过程中 ，Spark 运行的过程中呢，其实在K8s 市场也是有一些资源规划，还有就是之前也遇到过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对于 Spark 作业，比如 Spark 作业的 Draw Pod、Execute Pod， 那这种 Pod 的话，有可能我在并行提交多个 Spark 作业的时候，那么我多个作业如果都是 Draw Pod 运行起来了，但是我对应的 Execute Pod、Execute Pod 都没有运行，那这有可能会造成多个作业之间的一个盲等和失守这种问题，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那么我看到在这个方面的一个就是重要的一个处理是什么呢？就是对于 Spark 作业，我看到提供 Pod Group 这么一个概念。我运行一个 Spark 作业的话，我会对应一个 Pod Group， 包括它的 Draw Pod、Execute Pod 所需要的整体的一个 Main Resource 最小资源量，会在这个 Pod Group 这块做一个设定。那么在调度这一个 Spark 作业的时候，会先判断集群是否有满足当前 Pod Group 最小资源需求的一个资源。如果有，那么就会把这个资源做一个锁定，然后用于当前 Spark 作业的一个调度。如果说当前资源不能够满足整个这种 Spark 作业的最小资源诉求的话，那么这个 Spark 作业整体的不管 Draw Pod 还是 Pod 都不会去调度，那这样就可以解决掉我们不同作业之间的一个失守问题。这是 Spark， 就我看到在 Spark on K8s 的一个应用，也就是上一年吧，我看到其实成为 Spark on K8s 的首个 batch 调度器。整个调度性能的话是可以达到每秒是1500个 pod 的一个批量调度能力。这个是就是 Spark on K8s 基于我看到的一个用法。Spark submit 提交 Spark 作业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形式是这样，然后标红的这部分呢是也加入我看到之后用户需要配置或者说需要关注的一些地方。首先第一个就是调度器的名字，指定我看到就可以了。第二的话就是 feature step， 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pod group 的一个定义，就是在这里面其实用户可以根据实际的业务情况去定义我们这个 pod group 或者我们这个 Spark 作业所需要的最小资源量，另外也可以指定我们这个作业的一个优先级，因为整体集群里面我们在并行调度的时候也是按照优先级去排序和抢占。然后第二个用户案例的话就是瑞天投资，基于我看到的一个分布式计算平台。其实瑞天的话主要是一个金融投资公司，业务场景呢主要是一些策略研究、AI 训练、推理，还有离线批处理任务。我们通过左边的架构图，其实可以看到，底层的话基于 K8s 的这种原生基础设施，啊，上层对于一些中间件应用，再往上就是用户的这种机器学习，还有大数据相关的一些业务。那么在运行的过程中，其实客户的诉求也是希望调度系统能够提供一种公平的机制，满足公司内多个团队之间的一个资源共享，并且能保证各个团队内自身的一个业务的 SLA。 第二个的话就是提供刚 schedule 的这种解决策略，解决基本的失守问题。第三个的话就是对于我们调度系统需要能统一支持我们这种 AI 大数据这种所有的这种集成框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看到其实通过刚我们抽象的这个我看到做法，其实是能够满足我们上层通用的几乎主流所有的集成框架的一种支持。第二的话就是我们通过队列的方式来进行公平调度策略，稍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种公平调度的一个详细展开。包括这儿的话就是公平调度的一个大概模式。首先公平调度其实分两个层面，应该三个层面。第一个的话就是job间的一个资源共享，job间是一个公平，我们可以从上面这个可以看到，第一条这个可以看到就是队列一里面有两个用户分别提交了两个job，那么每个job其实它指定的副本数其实是不同的。那么在通用的场景下，在大家不区分这种job或者说用户的情况下，
那我可能我提交的作品比较多，我提交的资本数比较多，那么调度下来我可能所占用概率就轮到我的概率会更大，那我调度我的副本就会更多。但实际应用场景下，就是跟用户分享的，就是我两个用户提交这种作业，我可以拿到公平的资源，比如这个队列里面就两盒资源了，那么我提交了一个需要两个副本，另外一个需要六个副本，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公平，大家各拿一个，所以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实现，我看到可以通过这种公平调度来实现这种 job 之间的一个公平能力，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不同的 namespace 之间其实也支持这种公平调度，比如说队列二里面，我们 namespace 二提交了一个 job 三，然后 namespace 三呢可能是另外的业务团队，然后提交了多个 job， job 四、job 五、job 六可能都有。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希望还是大家不同团队之间是可以公平共享这个队列能力的，所以这块也是实现这种公平能力。啊，第三点的话，就是对队列之间的一个公平。我队列一有多少资源，队列二有多少资源，他们之间通过他们的就是应得资源量和当前已申请资源量做了一个 CR 值的一个计算，其实不同队列之间也能达到他们之间的一个公平调度。然后这一点就是关于我们刚刚提到的 SRA， 避免大作业饿死。其实在大作业跟小作业共存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作业调度下去，但提群里面的资源满足不了大作业的运行，就导致我的大作业一直在等，但是集群呢又持续不断的在提交小作业，那我这个大作业就可能一直在等，最终就会导致我的大作业饿死这么一个问题。在这种场景下呢，其实我看到其实提供 SRA 这种 plugin， 它主要的一个能力就是通过 SRA 这个 wait time 可以用户自己指定，如果指定的话是一小时，那么超过一小时，这个作业超过一小时还没有被调度的话，系统会给这个作业预留资源，相当于系统会把当前几，如果这个大作业需要的四盒资源，当然当前系统只有两盒，那么超过一小时之后，系统会把这个两盒资源做一个提前锁定，留给这个大作业，直到其他的作业逐渐把资源释放，集群的所有资源能满足这个大作业的运行的时候，大作业运行，然后随后再往其他作业不断的去拉起，这样通过这种 SRA 的这种 plugin 呢，其实可以达到一种这个防止大作业饿死的一个能力。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算法，其实这块调度算法还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场景去定制和匹配都是可以的。除了我们社区提供的这种调度算法之外，其实我们也提供了这种用户扩展开发的这种框架和能力，用户也可以基于自己的业务去简洁快速的开发满足自己业务的这种插件，这种插件后续也可以，如果说是大家通用的这种能力，也可以跟社区交流，我们可以一起来反馈到社区，然后大家一起来贡献这种调度插件。这边是我看到社区的一个发展，就是发展现状嘛。左边的话主要是我们社区的一些用户实例，大概是中外用户现在是50多家吧，这块没有放，这块没有放全。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右边是我们社区贡献者的一个状态，包括华为、博云还有百度等多家厂商，其实在近一年其实在社区大家都还是比较活跃的，贡献度也是比较大的。这块是加入社区的一个方式，社区是我们可以通过右面两个公众号，一个是融钱魔方的公众号，这个的话会有云原生相关的一些知识分享，大家感兴趣可以关注一下。第二个的话就是社区小助手的微信，大家可以添加他微信，然后告诉他我看到社区，这样的话会把大家拉到我看到社区微信交流群，大家可以一起交流。对，我今天的分享主要就是这些，然后看大家对于这块有没有一些需要交流讨论的点，我们可以展开看一下。有没有同学对那个我？就是我们整个大数据业务平台想整体迁移过来，那么
明白，就是其实大数据的话，我刚看那个 IG 银行他们的案例，他们其实就是对于整个从 Hadoop 的 YAN 就调度系统到 Hadoop HDFS 整个文件系统，其实他们都在往原生上面去搬迁，而且从在上年他们在 Google Con 里面的 Google Con 一个分享的话是目前是已经落地了。关于调度这方面，其实我看到是可以覆盖到我们 YAN 的目前所使用的通用的一些常规能力。关于我们像 HDFS 这个的话，需要有那个云原生那一块。云原生的话，我不是特别擅长，但我理解它那块是有一个解决方案的。那么我们可以下来，也可以去找存储云原生存储那块的专家，可以一起交流一下这块的一个详细方案。另外还有就是中间件，据我了解，卡夫卡还有这些中间其实已经有了对应的云原生的一些解决方案，就在目前在云原生上是可以正常运行，或者说正常提供我们这种大数据平台能力的。那么对于我们关心的这一块，其实我理解整个方案其实目前在各个方向都有对应的解决方案，我们只需要将它拿过来组合在一起，达到我们整个业务迁移的一种基础能力，大概是这样的。然后会后我们可以加一下微信，到时候可以拉个群，对应的人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我听了您刚才 Volcano 这个分享，看就是它是基于一个任务的编程模型，然后呢就是基本上是我听的方向是说每个任务一个容器一个 pod 是吧，我刚才听赵那块的东西啊，你一个任务有多个 pod 哦，多个，那这样的话就是说在那会不会有点浪费资源，特别是在大规模的任务的编排的时候啊，对，那个感谢这位同学啊。其实这个是这样的，就是一个 job 里面它的副本跟我们的时候 deployment 的副本其实不是同一个类型，因为 deployment 是做多个副本之间一个冗余或者说是互备吧，然后这个 job 里面它各个 task 其实是独立计算的，是跟着我们 MapReduce 或者说那个其他这种任务分发，其实每一个pod 我们在 job 里面叫 task， 也就是执行任务，它每一个 pod 是独立去运算之后将这个整个的结果去汇总，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就是相当于是大家各干各的，其实没有这种重复或者说是不备这种情况，所以对于整个资源这块也是没有这种说刚刚考虑到这种鱼啊没有那种资源浪费的情况。补充一下，就是那我刚才听您最后说那个公平竞争那块，那就是说比如说我可能有的任务需要消耗资源比较低，有的任务需要消耗资源比较高，但是我公平来了，我发现就是其实好像并不太公平。对，其实这个的话它的公平有多种角度，就是一种的话就是从用户的角度，我要做到各个用户之间是公平的，另外一种就是从作业的角度，然后我各个作业之间是公平的，那么我们更多的是面向用户，就比如说我一个用户提交一个作业，那我需要保证不同的用户之间他们是公平共享这个队列里边的资源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比如说你占用的资源比较多，那整个集群资源是不是都被你占用了，大家在紧张的特别是资源紧张的这种情况下，那可能一个同学就把整个集群所有资源都锁住了，然后其他同学在提交任务都提交不上去了，这样对用户来讲也不是一个特别友好的方式，所以基于这一点来做的用户之间的一个做些公平。OK， 大家提问很踊跃啊，因为我们这个讲师刚才讲的比较快，那我们就多给这个几个提问的机会好不好，那么这应该是最后一个问题。我再问一个问题，刚才我看您提到过大作业小作业，我想问一下，我 Kinos 根据动态判断还是静态判断的，因为很多大作业是跑起来才知道消耗多长时间，耗费多少资源，我想证明我 Kinos 根据什么判断的，如果要提前知道了哪个0.33、0.39的话，实际上我 Kinos 的优势有一种可能变成能解决了，我 Kinos 的优势在哪里。那个我确认一下，就是对于我们这个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种大作业小作业它的一个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这个的话是首先是一个静态的，就是我们在提交这个作业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 request 的资源，我这个作业需要多少 CPU 多少内存多少 GPU 对吧，我需要多少资源，那么如果集群能满足这个资源的话，我们就往下调，这是最通常的一个用法，如果集群不满足那么就会等，然后 SRA 它主要解决的就是我这个作业其实在整个集群里面
如果不提交其他作业内容的话，大概过个一两分钟，这个大作业是能够满足这个大作业自然运行的，它是可以正常运行，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这个过程中有持续不断的小作业在提交，那就导致我这个资源临界值一直达不到，一直达不到。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其实大家想的就是我们大作业尽快的运行好了之后，可以把整个基金资源释放出来，对吧？也不会导致我的大作业饿死这种情况。所以也是基于这种场景去考虑出了一个 SRE 的一个插件，来保证这种超过一定的时限之后，我这个集群资源可以给这个大作业做一定的预留。这种方式对用户使用起来其实应该是能够更友好一些，主要是基于这一点考虑。哎，好 ，OK， 那我们时间问题，那我们提问就到这里，大家可以就扫描这个我看到他的交流群。让我们感谢一下那个王阳老师的精彩演讲。